好，在这个争议结束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自打球。先看样子好像是没有，没有，没有自打球，没有自打球。那这个争议点，再来看一下，再来看一下。对，其实是打到本垒板的前缘，大概就在他的脚的前方了，脚的前方了。那如果有自打球，基本上跑垒员也不会再启动了。你看这个差那么多，所以吼，这类瑕疵就太大了。比较可惜的是，主要是第一时间没判哦，所以大家也就都傻在那里。因为按照裁判，应该第一时间就是比界内哦，然后才会。我是干嘛裁判好吗？吴春兰主任裁判可能这14个挑战的基本条例，然后跨境测，不要自己再创造了。